I'm Lee-Joon Law. If you've had contact with a confirmed case or feel at risk and have fever or respiratory symptoms, please use a rapid test kit. If your result is positive, please use telemedicine or go to a screening site or hospital to have a doctor confirm your status. The doctor may ask, if you are over 65 or have chronic conditions, to prescribe oral antivirals or other medications. Please take medicine as instructed. Remember, bring your test in a sealed bag when going to a hospital or clinic. Don't take public transportation. When you arrive, notify staff that you've tested positive. Protect yourself and others. Get your booster shot and help fight COVID.欢迎收看《大时大话侠》，今天是10月4号，礼拜二。今天台股是大涨啊，涨了276点。那不知道你感觉怎么样啊？也许你感觉很好，但是我觉得差不多，差不多而已啊。为什么呢？因为昨天哦是十月份第一天开市啊，台股是跌124点，但是美国股市不一样哦，美国股市就是开平走高，它就涨了776点哦，760几点哦。那你说老师，那美国涨了700多点，我们这边涨个300-400点，应该也很合理。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盘呢、啊，涨270几点呢、啊，我觉得不够多了。哦，当然你回到我昨天跟你讲的主题哦，因为昨天我在分析的过程中，因为昨天盘中的低点有稍微跌破这一波段的低点，我就跟你讲，我是说哈、哦。今天是时间转折第34天，就是8月中拉回下来第34天，所以哦，这边可能会形成大转折。那你不要忽视那个时间转折的力量。当然，有些投资人会说：“老师，你这个是道听途说啊，怎么样啊？哈、哦，那个什么导果为因啊，或者什么的，没关系，你懂我意思吗？”因为我昨天讲的东西，那个袋子都还摆在网络上面，你可以自己去看。哦、你不要说什么老师啊，你怎么样的？你可以自己去看。今天我还是讲那一句话，就是说我做节目那么久，哦、反正信者就是恒信，对不对？不信者，你跟他讲什么有用吗？没有用啊。今天很多股票都涨停板了、啊，今天有三十档股票涨停板了、啊。我可以随便写一只股票涨停板在侧标，这样就好了，我就很好做生意啦、啊。对吗？干嘛提说什么？今天长荣也没有大涨，对不对？干嘛提说什么？今天智元也没大涨，还好吧？那盘中也是创新高嘞。大盘今天才止稳往上走，人家已经低点已经见到，开始往上走。好、哦，所以观众朋友，你要去了解说，有时候哦，老师解盘哦，解得很清楚、啊，我是在避免你犯很多莫名其妙的错误。啊、哦，当然你说老师，那最近呢、啊、这两天开始很多。财经媒体啊，或是说名嘴啊，一些达人就在讲说什么，哎呀，那个金融股啊，可能很危险啊，尤其是寿险股啊，怎么样？投资朋友，我不用再秀图卡了吧？5月17号那张图卡，我就跟你讲水很深，那个时候连防疫保单的事情都还没有爆发，我就跟你讲，金融股要出事了，而且非常非常的严重，没有人愿意听啊。没有人愿意听啊，对不对？你看到这两天所有的金控股全部破底，所有人都在讨论了。我跟你讲，所有人都在讨论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就不用太担心了，因为要反弹了，要反弹了，就这样啊，人世间就是这样啊，股票市场就是这样啊，对不对？当昨天你还没有看到今天大涨过程中，你昨天看到指数还是大跌的过程中，很多人已经开始在跟你讲说会下看12682，对不对？会下看13000。你看早上那个《经济日报》跟《工商时报》头版头条就是说，哦，准备13000保卫战，对不对？13000的保卫战啊。结果嘞，哎，啊唔对啊，今日收盘13500呢。哎呀，这些人怎么都这样啊？所以我觉得啦，很多东西就是你自己去看，你自己去分辨，对不对？我们没有必要去一定要去影响到你一定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就是该分析的我分析，然后讲得很清楚，不要让你有模棱两可的那种摇摆不定的那种态度，这样就好了。哦，就像我们不需要去告诉那个苍蝇说，哎，那个吃大便很脏，哎，然后那苍蝇一定会看着你说，不会啊，啊，那就是我的主食啊，对不对？吃大便刚刚好而已啊，是不是这样讲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去跟苍蝇去教育他吃大便很脏的这件事情嘛，对不对？因为他会觉得我们跟他作对啊，你了解意思不？所以这盘今天做一个极大的动作，我觉得涨得还不够多啦，哈，我是觉得说，以 K 线形态来讲的话啦，今天这种反应是刚好而已，哦，然后今天是开平之后，开平走高之后，高档做整理啦，哦，但是你自己去看哦，今天这样的 K 线走出来之后，一根 K 棒收上来，然后我个人认为是最少要先收到这一根上影线啦，就是13651，好，13651，你才有资格去挑战这边啦，这边是13800。13800，这最起码都跌了2200点，跌2200点，居然才弹2%、啊，投资朋友，今天台股只有涨2%，昨天关谷航库打着旗号说他要护盘护盘护盘，买超的第三名，我记得没错的话，买超的第三名是 T50 反一，不好意思哈，他买的是看空的ETF， 他买的不是0050，他买的是 T50 反一，这就是我们这些官员在做的事情啊。有啊，他要护盘啊，有啊，买超嘛，买超什么？看跌的 ETF。那你要我讲什么？我如果没记错的话，那如果说是事实的话，不是第三名就是第四名，那你要我说什么？跌这么深了，哎，讲要护盘的惊啊呢，惊啊讲的呢，惊啊讲，惊啊做的呢呢。有啊，他买超啊，他交出来的报表是买超啊。问你买超什么？买超 T50 反一，就看跌的 ETF。那你能接受吗？所以我跟你讲，你要过好日子，你自己要拼啊，你不要说什么啊，老师我跟你说那个，你这样讲有点断章取义啦，我跟你说啦，他们很辛苦，他们买了一堆台积电，买了一堆联电，投资朋友明明知道台积电联电外资很多，他要一直要卖，那你还去护盘那个，那你是不是有问题？对不对？你是不是有问题？我不知道啊，就最外行的人都看得懂了，所以，有些东西你就是不要人云亦云呐，人家讲啥你就啥，我觉得这样子不够成熟了，在金融市场里面操作的话，你很容易吃大亏啦，好，不知道你听得懂听不懂？那你像今天金融盘中又是破底啦，破底才拉上来了，今天终于开始想要点火了，你看哦。开始想要点火，开始点火富邦，今天盘中还翻黑，啊，再很棒啊，啊，又破底啊，盘中都还翻黑才拉上来。我跟你讲，你听我的话，
我能救一个是一个，你不要再买金融股了。我跟你讲，近年真正最大的风暴还没有出来。我讲的不是瑞士信贷的事情，我讲的也不是其他学者在质疑的什么德意志银行的事情。我跟你讲，不是，通通不是。根本你就不懂整个金融业它的问题是什么。好，我劝你不要去存股了。能跑你就跑啦。当然你就说，老师，那你这个老师怎么那么奇怪啊，说一些很让人难以懂的事情啊。我说先知先觉者是孤独的，5月17号不要存股，水真的很深。我字还有人说什么，老师你字好丑。我字好丑。我随便写的啦，你就参考一下就好了啦，不要在那边批评什么字好丑，我还人长得很丑嘞，对不对？那你看那些政治人物哪个帅了？你看那些嘴脸，你看那些偷窥的嘴脸，对不对？不是更好笑吗？好，所以我是觉得说，不要在那边批评东批评先，批评西的啊，哈，我是不需要去跟苍蝇讲道理嘛，苍蝇就喜欢吃大便，你跟他讲道理，讲半天你就觉得讲不赢他，你反而被他攻击，哦，就是说，哎，那尊重你的想法，哦，就像我昨天跟你讲，我说这个月我生日，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在我们 LINE 上面有放一个优惠专案，我们只要审核你的资格符合，我们会尽量帮助你，而且是非常有实质作为的帮助。可你愿意去听吗？你愿意去看吗？你愿意去仔细看吗？不愿意嘛，一直在吵说啊，什么优惠什么优惠，先跟我讲啊，先跟我讲啊，你自己上去看，你觉得你有需要你就上去看，并没有人告诉你说你符合资格，那我们资格也是要看过的，并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个资格的，有些人已经输光了，根本就没有钱了，你就乖乖去上班，乖乖去赚钱，赶快再攒下一桶金，等到下一波大多头又开正式的多头开始的时候，对不对？翻身又是一条好汉，也是可以啊，对不对？股票市场我也跌倒过啊，我怎么没有跌倒过？对不对？十年前你看我的时候，不好意思，我过来是某某公司的总经理，其实我是总经理兼 董事长呢，公司我一个人独自开的啦，怎么样？够屌了吧？够拽了吧？但是遇到金融危机，我也是倒闭啊，我也是亏到不行啊，之前员工收摊嘛，所以哦，股票市场跟人生一样啦，我不知道你怎么掌握了。那这一波到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有机会止跌。那你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因为你看啊，昨天生技股很弱嘛，今天生技股回神了嘛，对不对？宝林富锦啊，那些美食啊，连北极星都上来，北极熊都出来了，都关到笼子里面去，还冲出来嘛。所以我是觉得说，盘面上是有机会的。你像一些 IC 设计股，真的跌得很深，你像普瑞。我前两天才讲完普瑞而已，普瑞昨天涨，今天又涨，对不对？你看群联在涨，今天换成金豪科在涨，所以我去买什么？我去买点序，点序就是做 NAND Flash 的控制 IC 嘛。他大股东是谁？他最大股东就是金斯顿，全世界第一大记忆体的第一大，对不对？我当然是买他，因为他出货没问题嘛。对，丁桃的大股东，就是全世界第一大。然后接下来减产之后，其他日本大厂减产之后，整个市场的供需会平衡嘛？那它毛利率又高，那当然是买它。好，那当然是先买它，对不对？它190几跌下来，跌到60块给我们买，那当然是优先考虑它，好不好？那时间关系，我们先进广告了。
你如果觉得说好，十月份我也想拼一下，对不对？然后我觉得说，我看洪老师的电视，我觉得说有收获啦，不要说什么赚很多钱，有收获，也许是降低你的出错的比率啊，那你觉得说，哎，我想拼一下，你看一下我们的 LINE 上面，你只要符合资格，我们尽量开后门帮你一把，好不好？我们先进广告，再回来现场，谢谢。面对通膨的巨浪，你该怎么办？创造更多的财富，才能在这巨浪中平安度过。战胜股市，鼎业来帮你。甜甜价让你轻松付，轻松赚。抗通膨专线02-8511-3366。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静心思考，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鼎业投顾全心照顾，02-8511-3366。行人应在画设的人行道上行走，若未画设人行道，记得面向来车靠边行走。赶时间，没车超过。固定100公尺范围内有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设施，不得随意穿越道路。如果在无行人穿越设施之交叉路口，应在人行道延伸范围、停止限制路缘范围或路缘延伸线往路段起算3公尺以内范围穿越道路哦。遵守行人路权，路口大家安全。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欢迎您再回到现场，投资者朋友。那指数啊，稍微在这边做止稳啊，我是觉得说涨幅不够，好。那我不知道你感觉怎么样，因为有些人他会跟你讲说啊，那个外资看空啊，现在台币怎么样啊？吼，那是不是有一个那个减缓那种状况？其实你要去想哦，台币现在汇率差不多31.8啦，早上我看31.8，今天可能有升值啦，吼，31.7，其实这也是在两三年的新低而已啊，两三年的低点。你知道那英镑都已经40几年的新低，然后那个日本就是20几年的新低。其实很多国家的货币啊，包含人民币啊，已经创历史最低点。那个各国的货币已经贬到找不到人去了。你不要去跟人家比啊，台币已经相对强。那台币不愿意贬那么凶呢？一次贬够呢，就是因为特殊的政治目的啦。好，就像俄罗斯去侵略乌克兰一样，他说特别军事行动一样，就是他有一些政治上面的考量，包含有一些是因为有人要撤资出去台湾，不想一次太快，因为很多人他是听得懂的，所以政治跟经济学是要一起的。你不要说什么什么啊，老师啊，那怎么样怎么样，你就刷了 QR code 自己上去点，然后自己上去点，你看你可不可以符合那个资格？那符合那个资格呢？那如果你后来助理跟你讲不符合的话，你就看一下说哦，我们每天的分析是怎么样？那个是不收钱的，哦，不收钱的。当然你会说老师，那到底接下来情况怎么样去应对？我说很简单嘛，11月1号、11月2号那个联准会才开会嘛，不管是说这一次是他要升息2码，或是升息3码，甚至不升息，但是你要去了解，就是说。今天现在才10月4号，到10月底是一个空窗期，是一个空窗期，而且很多公司哦，公司比较好一点的，
它很容易季报就出来了，十月底的时候季报就出来了。好，就是说它公布的季报是七八九月嘛，对，那你现在十月初的话先看到的是九月份的营收嘛，接下来月中以后有些公司比较完整的、哦、比较快好一点的那个好学生都会先报说它不错嘛，好，那第三季的财报就会出来了，那有些股票、哦、跌太离谱了就会还它个公道啊。那我这样讲是告诉你什么，就是告诉你不要再去杀长龙了，再杀出去、哦、你真的不是阿呆加三级，就是阿呆平方加平方、哦、阿呆的平方又平方、啊哦、不知道你怎么样去形容那种心态。当然你要去放空的话，我当然是很希望你多空一点、哦、因为你的心就是空嘛。哇，老师我跟你讲，那个阳明剩下六十几块而已、啊、那个、哦、那个什么万海剩下70块而已哦，这个长龙还有150，还在空长龙哦。跟你讲，空长龙可能肉很多，你咬到铁钉了，你知道吗？你踢到铁板，你知不知道？你的血肉之躯去进了酒杯啊，你敢不知道？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知道？经纬一摇、哦、发现扁膜那个壁啊，墙壁没有裂开来。金锐拼无代志啊！你手啊会噗噗转啊，粗粗转啊，你知影无？你的手啊，全部都在冒血啊！总金歪歪的时候，你就说哦，好痛哦！原来墙壁这么硬哦。我不知道我这样形容你听得懂听不懂啦、啊？就当然有人会说我金矿买啊呀，我有练过铁砂掌，我们没关系哦。我说你就练铁个砂掌，带肿的你就不要回补。哦，不要在那边动不动在我们LINE上面啊骚扰我们家的妹妹，就是说什么哎呀、欸、你们老师也没什么了不起啊，怎么样啊，我就是喜欢来空你们公司哦，你们老师推荐的股票，我说你就空嘛，带总的不要走嘛，就这样就好啦。但是年轻人总是会受不了人家的嘎嘎，你知道，就是会回他两句，我说你不要回他。好，你就是不要回他，老实在电视上公开回应他，就是戴总，你不要走，就不要补，好吧？看谁会赢嘛？你看我们去补德伟，补德伟的空单，补网家利基店，我跟你讲，你要不要去砍阿呆股？我怎么知道？对不对？那我们已经跟你算好了，就是说我们算好说第三季赚钱的情况下，下去估最新的估值是235。现在股价150啦，就这样啊，怎样？当然，阳明他们也都是低于净值啊，就这样啊，怎么样？对不对？啊，你当然，我今天还是讲那句话，就是说你可以相信我，你可以不相信我，但是我不需要去跟苍蝇一般见识，你知道吗？一直跟苍蝇讲说，哎、欸，那个大便很脏，你不要一直去吃大便，好不好？苍蝇会说，啊，我就是吃大便长大的，啊，不然呢，对不对？哦。所以我相信我这个比喻啊非常的恰当啊，非常的恰当啊，不知道你感觉怎样，也许你觉得我说哦阿言老师你今天讲话好粗鲁哦，那怎么样，我不出来选里长，我不出来选市议员县议员，对不对？我不出来做民代，行不行？还讲诶，我粗不粗鲁，重点是你要听得懂啊，怕就是怕很多人听不懂人话，对不对？自己功夫歹，就嫌家事歹，对不对？未生拢牵在厝边，拢别人个厉害。那你是不是很可怜？那我觉得这种人就很可怜啊，自己不行，然后又不肯学习，然后又全部推给别人，过错都是别人的，那何必呢？我觉得何必呢？我当然知道这一波跌下来5000多点很不合理啊。重点是啊，那现在开始反弹了嘛。那你要怎么做？那还是像那些老师讲的哦，这个涨停板打出来就是他的。你知道很多股票是跌的，真的很离谱了啊！你知道，你像那个励志就好了，这几天在涨，你知道励志上来几块钱吗？那个励志啊，这一家励志啊，它上来的时候几块钱，很惨哎、欸，那1000多块跌到剩下多少？200。打两折，
打两折，现在开始涨停板反弹，才上市多久而已，1000块变成200块，指数也才跌了5000点，当然会反弹了、当然要给他反弹了、我也觉得很合理啊。这种股票去涨停板，我没意见，我没意见，我跟你讲，我真的没意见。但是接下来我就不知道了，你要怎么做？好，你自己要去衡量清楚，说接下来你怎么做？好，智远啊，买完也是笑我们啦、哼，啊，隔天快涨停板也是笑我们啦、对不对？啊，今天大涨我们没有涨，今天大涨我们没有涨啊，没什么涨啊，盘中是142.5啦齁。那你自己要去看清楚，就是说，大盘今天才止稳，我们已经连续止稳了3天嘛。对不对？那接下来就是看有没有办法带量去突破这边的套牢区啊，就这样一步一步来嘛。对，就一步一步来。那你自己要去分辨清楚，说到底现在是怎么样的情况。哦，包含我们今天买进点序嘛，我今天本来要去买金豪科的，后来看金豪科借券太多了，我去买点序嘛。那获利一样是6块钱，点序相对就便宜嘛，而且。有人在买，我去看了进出表，我知道有人在买。那有人在买，这边的小黑 K 线哦，这我跟你讲，接下来就是长红，长红做突破，所以我根本就不怕。我要先买，那之后像上尾他们这样上去，你也没话讲，我都有先讲，好不好？那 QR Code 上面的优惠专案，你自己记得去看，好不好？祝你大赚！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